长音很重要，因为呢，长音决定了很多你演奏的时候出来的效果。那要一个好听的声音，或者是一个你自己满意的声音，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你的耳朵，你听到的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你想要的声音，再来就是你要去实践它，所以呢，再来就是你的气啊、嘴巴跟吹奏，你用这个方法达到你耳朵满意的声音。那你的耳朵要听的是什么呢？是乐器，你在演奏乐器的时候听到的声音，还是你把你吹的东西录下来再播放回来的声音？这可能是不太一样。就好像我们对着麦克风讲话，然后呢听我们自己讲话的录音回来，你会觉得哎呦，这不太像我的声音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吹乐器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所以你自己觉得你吹的声音是什么，跟实际上人家听到的声音是不是也是在你满意的一个范围里面，这个很重要。主观上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看你耳朵听到的是什么，还有你心里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声音。所以找不到声音的，到网络上面去，一大堆很厉害的人，你们选一个你们喜欢的声音模仿看看。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怎么样做到你喜欢的声音。首先我们是吹管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很多很多很多的气，它的声带就是簧片，那跟我们不一样，这比我们的声带里面厚多了，所以呢我们用一点点的气就可以讲话发出声音，这个需要用很多很多的气，它其实一点点气就会震动，但是要让它真的整个乐器共鸣变成一个你的声音的一个延伸吧，这样子说好了，那你可能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气，你要用很多的气，你就要用你的，你就要让它给它一个震动的规范。那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咬合，那我们的气很多的时候，竹片可能就会很震动的幅度就会很大。比如说这样的吹，它声音就不会很好听。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嘴巴稍微咬紧一点点，还要稍微有一点点拘束，在这样子的音量里面，它还是可以维持一个你自己满意的声音。那这个就是气跟嘴型的配合，那气的量跟嘴型的咬合配合好了之后，我们还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气的压力。比如说气的量很大，可是呢你送气的速度应该要是什么速度，很快速还是很慢？哦，我们那天有讲过吹蜡烛的，你是还是对不对？这两个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口腔越小，在这个气的量不变的情况下，你口腔越小，那个气压就越大。口腔就是你出来的那个管径嘛。那它如果越小，它就会动速度就会越快。越快呢，那就声音就比较会集中一点点，不会散掉。如果你是哈的声音，就会开掉。那所以如果你喜欢的是集中一点的声音，那你口腔里面就越小越好。那怎么样小呢？你嘴巴里面唯一能够动的是什么？就是舌头。所以呢，你在吹的时候呢，你舌头往高一点移，你可以试试看舌根往高，或者是舌头中间往高，或者舌尖往高都可以，或是往前都可以。怎么样可以在移动舌头的时候呢，让你的嘴巴里面变小，让气管这个管径通过你的口腔到乐器里面，它是这个管径是越窄越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比较喜欢稍微没有那么集中，有的人喜欢用温暖或者是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形容那个声音，你如果喜欢不是这么集中这么直接的声音，那你可能就不需要把你的舌头抵得这么高。那你要怎么去找你喜欢的声音呢？你就一边吹的时候，吹一个长音的时候呢，你一边想着那个几个母音的发音，比如说英文就是 A E I O U 啊 ，R E U A O 啊，或者是什么，你一边吹一边讲这些母音在嘴巴里面，你就会发现声音有点不一样。我现在顺着日文的那个 R E U A O 的顺序吹给你们听，我就吹一个咪好了。
现在是阿开始。有没有听到五个不同的声音？那这五个不同的声音，其实我自己都不喜欢。我喜欢比较偏一，但是又不要这么扁的声音，所以我可能会一跟乌中间吧。这样子的声音，所以呢，你们可以一边吹长音的时候，舌头上下前后的动，找一个你喜欢的母音的发音，就是口腔里面的形状。当然，外面都是包得紧紧的，不要让气跑出来。然后呢，下巴就是要拉平。为什么呢？之前也有别的老师跟我分享说，一定要叫学生下巴拉平，因为呢，不要让多余的气存留在这个空间里面。讲得非常好哦，那我们可以试试看，下巴拉平，嘴巴包紧的时候，我们口腔的舌头位置稍微动一动，自己找一下，你就上，光是上下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了。我就这样上下慢慢的动哦。那你看，我只是从一直说，从啊到一到啊到一而已，它就有这么多的变化。那这么极端的变化里面，可能在中间的某个地方会是你自己喜欢的声音，你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找。所以呢，总结一下，就是很大量的气，然后配上很比较高的气压，也就是气的速度会变快。然后呢，再来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嘴型控制，让这个竹片震动，在不咬得太紧，不影响它震动太多的情况下，在一个舒服的健康的范围里面，让竹片自由的去发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练呢？那现在要怎么去做到这个，就吹长音。比如说你现在要吹音阶，你就吹很慢的，当你从一个音开始找到你喜欢的声音，比如说我现在要从收开始找我喜欢的音色，稍微调整一下舌头位置，然后到你满意的时候，让舌边动一动哈。如果他的隔壁的音跟他的音色比较接近，就表示好，我就维持这样的做法。大致上它的声音的品质是差不多的，那我就知道我今天怎么样我都要用这个东西吹。那另外一个就是当你在练快速音群的时候，有的时候声音就会跑掉。比如说我也常常犯这个错误，我在想手指头，我在想点音的时候，我就忘了送气，我就忘记这个，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我们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比如说你在吹一个快速音群的，比较多快速音群带点音的，像Cromer 的那个第一乐章，吹这一段的时候，把它变成延长记号，然后呢，随时停下来延长它那一个音，然后呢，检查这是不是你理想中的音色。哦，我们也可以先从一个延长记号开始吹，比如说我先从哆开始，找到了声音之后呢，我再开始跑。那如果是在中间也可以，正在跑的时候，哦，那你就知道，哦，不管我停在什么音，我延长它，声音都还在我自己觉得还满意的一个状态，那就表示你很成功的把你喜欢的声音用长音的方式进阶的带进的你正在演奏的曲子，这样子呢，不管你做什么都会有很漂亮的声音，所以平常长音就要多练。